较，我们最后把记者问，最后啥事？这个头颅是吧？这三号头三具头颅就是集中基本上在一个，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下你看很那个很清楚，被压扁了也好，反正头。复原完了之后，你是男性女性一下就看出来了，再加上最重要的你确定它的这个属种，它到底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如果按百分比来算的话，它上面的眉弓鼻梁包括这个颧骨包括面部整个特征总体特征看的话，还是接近于直立人，就是它有60%-70%的特征是原始的。还是抗战战争时期寻找北京的化石的一个个体，就找，但现在找不到。麻烦问一下那个教授，就是你在复原，他现在可能又可以了。云县人，他正好是处在欧亚人类出现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上面。那么实际上这个头骨化石呢，可以说为研究东方人类的这个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化石依据。另外一个复原以后的它实际上的主要特征，也可以跟我们就是那个时期或者前后这个人类的发展演化的这些相应的一些特征做一个对比吧，然后对研究人类的演化史也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支撑意义。